一句话讲出你最厉害的政见。我进国会，依法执行死刑，打击诈骗，打击贪腐，把正义找回来。恢复特侦组，找黑金，除贪弊，把过去贪赃枉法的黑官都给抓起来。NCC 转型正义，对过去的不公不义进行审查。嘉义机场增设国际航线，捷运绿线进彰化，全面翻新基础建设。我主张老人、小孩、国家养，尽量减轻年轻人的负担。上乡铁路高架化，推动高屏二块，让屏东到高雄只需要20分钟。四年内马上蓝线捷运动工，888。乡亲安居乐业的大小事，就是若翠最关心的事。咱的故乡，阮阿狗生第三胎，政府给100万。他要和平，不能战争。